材料清单。黑芝麻250克，水第一次90毫升，水第二次40毫升。糯米150克，红枣可省略，中等大小10克。老冰糖适量，准备原材料。糯米淘洗后，提前用冷水浸泡，一个半小时后将水滤去。糯米备用，黑芝麻小火炒熟备用，千万别炒过了，黑芝麻糊了成品会发苦。红枣洗净去核切件备用，去核可以用筷子捅一下。将黑芝麻、泡好的糯米、红枣加900毫升水，用料理机高速打一分钟，可间断几次打。将打好的糊分批过滤出芝麻水，可以用木铲帮助按压，保留过滤出的芝麻水。将所有没过滤网的渣再次投入料理机，加入400毫升水，再次搅打。重复以上步骤，将芝麻水滤出，最后渣的形态应该是干燥的。滤出的黑芝麻水按照想喝分量倒在奶锅中，根据口味加冰糖，中火加热，边加热边用小型手动蛋抽搅拌，芝麻糊会越来越粘稠，盛出即可食用。过滤的步骤虽然费时，但光滑细腻的成品绝不会让你失望。加几块核桃在表面，配搭更加经典。小贴士一：黑芝麻炒熟后会更香浓，省去这一步骤，成品会有生芝麻味。二：糯米也可用大米代替，但浓稠度会略低于糯米。三：红枣可以省略或换成核桃等干果，但核桃不容易打特别碎。四：两次打糊后的过滤，千万要耐着性子完成，这是香滑浓稠的关键。五：经过两次打糊过滤后的芝麻渣其实已经没有精华了，若不想浪费也可以做成豆渣饼。豆渣饼的制作方法可以直接在厨房里搜。六：想要浓稠一些可以少加水打，想要稀薄一些可以多加点水打。七：喝不完的生芝麻水用密封罐装起来，要喝的时候煮一些即可，一星期内都不会坏。